乾隆御笔三溪文翰御册，御册玉质莹润，工艺精湛，实为绝世珍器。仿古代竹简形式，以玉石制成。主要是皇帝举行封禅仪式，记录祈祷词和祀文。三溪文翰御册是乾隆皇帝珍藏三溪铁选用上等青玉、白玉刻制而成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三溪铁是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，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和王洵的《博远帖》。玉册作四页折扇，呈长方形，前后两页面阴刻田金龙纹，中间两页刻字田金。第一块为青玉，正面刻三溪文翰四字篆书，两侧浅刻一条龙纹，下方刻波涛饰纹，背面刻三溪法帖文字。第二块为白玉，第三块为青玉，两块正文均刻三溪法帖文字。第四块为白玉，正面刻三溪法帖文字，背面刻海水云纹。玉册封面的双龙纹，龙形座上升状，左右对称，封底的龙纹居于正中，神采奕奕，龙身翻转姿态活泼，线条流畅，龙毛末端侧装饰火焰。